Gladius Prime was a bastion of humanity, newly colonized. A suitable base for our chapter to rebuild and recruit. We Space Marines raised our fortress here, grew strong again. Ultramarine. But York invasion brought a warp storm that cut off our Emperor's light. And the dread Necrons crawled from the earth beneath our feet. War was on all sides, yet we are the Emperor's chosen. We do not dread the dark, or quail at the relics of old. Terror is for those who oppose us. We know no fear. We know no fear. There is only war. Okay. 欢迎来到体验格雷迪厄斯，你可以。星际战士。会将绝大多数的关键设施部署在空间轨道，这两个嘛，这首座城市将成为格雷迪厄斯故事章节中的核心。为了建立仅仅是在上方的部署城市，星际战士只能够拥有一座城市。哦，尽量探索周围的一切。每一个按钮标签都会问你是相关讯息。如果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请右侧屏幕红色按钮任务通知。这个嘛，我再看下一个任务的重点是什么。好，我要先部署城市。只能移动一次。哎，如此多的异形，稀缺的弹药。哎，我先弄掉一个。游戏里充满未知的宝藏与神秘，随着探索的展开，你会发现更多信息。
不去招惹也会自然也会放活动。哎，失去所有城市就代表被击败，不协议系代价保护。诶，此时 K 主要就是要有那种战争的感觉。用城市就不断收集资源才能驱动战争机器。华蜀江亭这边一种资源可以，OK。首先要是隐修士，隐修士研究隐修士可以讲国外的书本什么单位，我看看，可以加速研究。城市中有免费的这个球体，水晶球，好像天命的紫球啊！一个扩大军力的最大生产，就先做一个步兵生产者，点击闪烁的建筑按钮，并选择一个拥有水晶建筑，消耗数轮时间才能完成，应该每一个都是兵工厂。修道院是招募，现在都还没办法。现在还可以那个。好，结束回合。单位无法移动，但依然能够执行动作。能发动攻击？哎，其实这个要打保守一点。有货物，还剩一步。单位都有不同特质，一些单位可能只有近战武器，但是专业集聚地形。哦，一个已经有了。
至拥有特殊资源土地上的猎奇战略。有所提升，哦，也就是说盖它周围的话会有提升。哎，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状况。还有三步，修会圣地，一忽略单位。地形，哦，这边是边界了。帝国废墟有没有别的用处呢？研究完成，好，隐修自由了。这个是什么？帝国废墟可以得到远程伤害。打得到吗？还可以耶！哇，这么远哦！35来研究，还有两个回合。哎，这个传送门爆了。
哨站，离得稍微远了一点。下一个回合，哦，有东西来了，哦，他被我发现了。看看，我先退，先不急着交战。走路哦，还剩一步就可以盖第二个塔。哦，是武装部队。哎，我占领了。神器在那里，要飞过去才可以打到的。这个位置不好打，防御。先这样，哎，又要继续攻，血损了一半。这次我可以在那个影响力吗？影响力是够的。没有其他地方是。英雄物品可以获得探索。你说他们可以是中立位置吧？可以买东西。什么呀？哦，只要我站在这个框框里面，我的资源也会变多。接着，还剩一步，
中你可以。敌人。卸库完成，好，终于啊！想要坚持六步，好，接下来就镇守时间。哎，完成。则研究，来支援你。走了，击杀奴役者，释放该单位。靠腰，他会撤回上一个点。哇，这么棘手的吗？没了，说没就没。你单位努力的不行，杀掉他们来解。我也知道，但是我的人手不够啊！我在游戏初期他妈被哪被干走了，我的。
哦，现在都只能慢慢的、慢慢的耗啊。哎，可以再盖一栋。生产一名连长。都没有动，因为都没有 往外扩张。机械库，战术摩托来了，连长来帮忙。这名强壮的英雄可以知道那个升级这个谁不敢动？妈的！资源不足哦，影响力不够，还剩一步就可以完成。研究了，就估计就小队。诶，书完成了。命令单位。
现在是电力不电力少少的。小队上不行。哎，这边只能开两个。建筑还有四步才可以。
制。就是好，没事。愤怒之锤。哎，我忘记战，哎，战术小队呢？战术小队什么时候才可以？啊，是不是要这个？哎，我忘记战术小队要怎么那个了。嗯，什么东西？这东西在跑来跑去哟、哦。起步，现在人口到达上限了。发现这个原来可以站，这个是什么？人口上限了。资源不足啊，影响力不够了，地吗？地。尽快。怎么跑进这里面的？打不到。他们又回去了啊！现在就是要耗回合，问题解决了，又是这个。我走。
扩张有了。钱不够的资源是这个，研究，然后是电厂，想等到这边清完之后再盖。人口，要先打哪边？定先往上，先跑。
算了。哎，等一下，战术小队要建筑，星际战士，单位吗？星际战士，战术小队。都没有盖这个，所以才一直没有人啊！操，不知道谁会知道那个生产单位是来自医务室啊？还有三步。
医务是有了嘛？还有什么？智库，全能型灵能力量，到下一页了。掠食者、毁灭者、猎手。是战术小队。哦，如果再做一个兵工厂，就会那个。这支摩托部队可以先来一遍。好，现在他可以又可以干一个了。
想让更大。这个单位还有多久？剩一步。推了。我只是要毁了这个传送门，没别的意思。好像不太痛。来这边的，为什么？我靠，他真的是来到一个，乱了是不是？哎，就这样子。哇，好，哇，这就是。就是打团战的好处啊！喂，站到了。天哪，这个比我想象中的，我本来想说会消耗个一两步。OK， 是时候该去营救他们。先到这里。哇，
这。视野不好哎，战术小队不动，需要一支，至少一支星际战士小队才可以。该建筑能够支持建筑。送现在是硬碰哦，终于接触到了，先拿下这个。诶，他过不去，他在山上，所以我一定会接触到那个。
边。哦天哪，这边还有甲虫，他们在打这边的传送门啊。对于摩托来讲，他打这边实在太强。先撤回。连长先撑一下啊、哦！对，砍两只。打我！啊，你撤嘞！啊，原来是，妈跟我降低距离。靠！果然是配到自己有利的位置。妈的，我就配到后面去。我的人被机车干，干我的人，妈的！先来到这里，忍一下，忍一下。其他单位还没到。再跑应该不会跑太远吧？下好了，尴尬，等等，上个厕所。
占领土地哦。嗯。哎，怎么那么硬啊？炮加六点零。这是我的摩托车，哦，已经回来了。那我的星际战士小队呢？要被叫到这里来？我靠，太近了吧！呀，快跑哦！啊，干，只好先丢一颗意思意思一下。哟，等一下就知道了。离开这里，坚持到援军来吧。哪里走的？不会是从那边穿过去的吧？回到这边。请修整哦，两台摩托车，这地方的确看不到，未探索，欸，可能有东西。摸级算了，刚耗了东西。
部战车跟一支毁灭小队就出来了。那主力应该是在这。哦，毁灭者小队来了，走走走走，只有三个人，坦克也来了。该建筑能成功建造其他新建筑。哎，有个资源点，把它拿下来。好，这里有路。接下来就换这边了。有一颗，嘣！他先来了是吗？哦，恐怕会是坚持不到哦。快跑啊！上来，没说，我向前两格，嗷嗷嗷嗷嗷嗷嗷！哎，掩护没省上那么多，4.7，4.9。运城是还剩一步，嘿，向后撤，先打我这边。哇，他这个是装甲单位，硬的。
赶路小队真的要快一点，怕我们的连长撑不到那时候啊。然后那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是负三呢，我们要快一点，快一点把它建起来。再等两步吗？听到哦。单位是软软的，坦克到了，距离打得到吗？可以，啊，他还需要带一步才可以打，哇！连长蹲撤。瞄住我的连长打的，哎，你很好。我有该单位挪用挪用步兵，什么？该步兵单位装备重型武器，如果该单位移动。先集中消灭一支军队。OK， 掉了一个，由坦克来打。一个下马威啊，只能走到这，上面有个阵地。
连长快死了。撤连长，撤到最后面，感觉都去聊死。啊，他真的没什么用。没移动，高级阵地蛮需要的，下来他们会推进吧，损伤应该不大。这个就比较痛哦。虽然我很想叫你休息，但是你去努力去砍一刀吧。OK。下这颗，哎，这是我们的了。哦，还好骷髅他撤了，他不撤我才觉得麻烦。
之虫。这颗丢，不要。很好，连长去休息，去站点休息。来吗？往这！哇，你死啊你！弄我的摩托车啊！好真远！你发现太空死灵城市在哪？哦，这边，但人员也在休整当中，摩托休整，坦克休整。
前都。坦克，点啊！直接把这一块抢了，强攻。瞄着我的坦克来的，没了。好，危机暂时解决，接下来就是他们这边的问题。完成了是吗？
研究鬼刀打击。没事，好，休息一回合。没什么动作，好，连长恢复，恢复的比较慢一点。这支小队绝对不能挂。怪是一种外星生物，常常会吸引到亚空间的共振区域中。他们可以操纵和控制暗影卡。哦，不是吧？又是控制的。I don't like this.剩两步，这里有三十哎，加，上面聚集了很多军力。三人小队，好，那我们就开始进攻。
这里是他的主炮台。哎，等一下，连长，连长，连长过来，帮个忙。把它吃下来。这是什么？也是猎犬，咋啦？好，就一直在这里坚守。这要尝试吗？还剩一步。哇！我的小腿没了一个！啊！被狗咬。车被狗咬，我一个，又一个洞。等一下，喂，放地雷。我等一下就开工。占领一块特殊，特殊资源领地能够直接为你清除哦。哇，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干，我还以为，哇，这一整个都是大的哦。那也大。你用轨道打击打这个吗？消耗四十，没折损这边加十，啊不对，我弄错了，这不是他妈的轨道轰炸、啊。占领城市啊！被狗咬啊！都给我们空一个，我打。小队这边，坦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需要人手。啊，车来了。
石海岸。哦，这地名。哦，觉得你们这个位置好恐怖啊！先走。又可以研究一个东西了。提高步兵单位的护甲 ，OK 哦，这个好像有用。这应该是被动，站回去了，然后踩到地雷。哎，你还咬啊？啊？好，狗狗单位没了。单位再跳过来，动，自动了。可以开这么远，这么爽。来试一下，这个需要多远？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摩托车，摩托车下去，下去支援。哦，一只 Space Marine 到了。占领中，啊，不够了，单位忠诚度，哎。有一次那个就那边有一只那种怪虫虫很恶心，先往下看一下，有一个阵地，阵地在下面，我必须这样绕过来。算了，先不要，继续轰。
交给突击小队不是上策。多资源，有种吧？哎，暗物质移动，没有动作，缺的人口，好少，不是吧？这个不是拿来打。等下，他到底是拿来打什么的？管制空中的坦克单位。啊、哦，天哪！打空中的，打空中的到底是干嘛？搞不懂。总而言之，他应该不是拿来这样打，不是拿来打城市的。打城市的大概只能掠食者。有种策略。
Oh fuck！ 被发现了。连长赶快下来，继续打。要塞赎罪要塞获得无敌伤害还是什么什么？叫祭司，新型单位。耶呼！果然被打了，好痛！车车啊！去那个地方，然后就开始恢复治疗。可以打他吗？干我神经病！干我白痴！他可以打，也是会。哎，没关系。那我要尽快来。
升级可以这个吧？坦克来了，但是。剩下十了，你妈超少！完蛋，这些家伙直接穿过来，这次要完了，这次要完了。Oh fuck！现在也是派两台过来，看你怎么办。他算空中单位，所以当然可以收拾毁灭打击。好，现在他现在除了我这个单位，他打不掉任何一个。间 ，OK， 没了，赞，要休息，虫呢？
没有的话，我就先拿这个吧。这个是什么？帝国堡垒。先休息。躲到这来了，直接把它剁了。OK， 小屋没了，对我来说是件好事。降低敌方单位的士气。我们需要把坦克开在这边了。
只有一点点，坦克必须快一点。那么多啊，后面。他打我摩托车。烂，快打烂了。OK， 打掉了。很好。好，上半段基本上清完了，接下来就换下面。
少血、啊，饮酒太少了。先把它看看，算了，干这个单位，这单位好奇怪，没打。伸触手哎、欸，而且一次两还两只，能、这东西到底拿怎么打？真是，先走一遍，先把这个打掉。边界了，没有东西了。还有哪里？升起来，这边清理清理，有三步。太靠近了，解决。
推那么前面。战争的快给我弄没了，我赶着怎么还过来啊？完了完了完了！不要弄我的坦克啦！黑板，哇，你们一直弄哎、欸！先慢慢降，没关系。接个电话。
打了快三个小时，我他妈终于成功了，我终于打完了，我赢了。哎，我不，哎，我现在玩的只是一个，我没有想到我他妈花了快三个小时，两小时十八分，然后我按下新手教学，然后我打了两个半小时才打完新手教学，而且还只是一个 AI。我觉得是玩法的问题，因为我一直以来玩的都是就是没有就是不需要动脑筋的第一人称的，要不然第三人称式的游戏。哇，这真不容易。对，可是战棋它不一样，战棋这个游戏它是领地，它是那种即时战略，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操控单位出去，它是回合制的，也就是说你全部动完换对方动，你走错一，你再然后还会有掩体的问题，然后你走错一步，你可能下一秒就被打爆。嗯哼，嗯，这个真的做得很复杂，但是很好玩。正好可以关台了，我可以休息了。我觉得我每天每次开台打一场就够了，真的很累。哇，开赞助哦，应该不是开赞助，但是抖内的话是可以。如果你觉得，抖内是观众觉得喜欢这个主播，然后觉得说，也想要支持一下，然后。就抖个5美、10美，要不然就是抖台币这样。对，那赞助的话，就我们一般来说，赞助的话就是厂商，就是指厂商，而不是个人。嗯，应该说实况界这个其实并没有，就是还没有到定型到说。就像以前很早二三十年前的保存一样，三十年前的保存也没有所谓的大楼管保护法，没有社区保护法，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这个也是一点一点的在那个，一点一点的在成型。那 VTuber 也只不过是一个趋势，其中一种趋势。差不多像这样子。YT， 因为如果以我的角度，以我的了解来看的话，以现在我做 YT 或者是做推出的这个市场，要保持的状态，除非你有新的。那 VTuber 是最近才开始起来的一个趋势，可是你做 V 的话，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出来，所以就会，其实有人做 VTuber， 他已经花了不到几百万了，为了做 V， 为了那个品，为了维护。像我的影片，我也是，虽然我帮他剪，但是我是要收钱。对，但是我要，对，是。是啊，那只是，对啊，所以我们，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就是有很多要谈的空间。那我也有遇过那种，我也有遇过那种，就是有遇过很多人有人坑我，倒是没有，因为。如果有人觉得太贵的话，我们这个交易就会说好，那我们这个就交易就 不那个，对，基本上没有稻草起来，不会稻草起来啊，除非对方太不讲。那不会啦，不会到这种状况，不会到这么夸张。
好啦，那而且有空的话，因为我现在也在规划其他的，我想规划多重人生，多重人生公民唱歌啊，就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做，要看花花多少时间。我现在就是在尝试玩这个战机，这也是，可是我没有想，只是几个小时。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觉得我刚刚玩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因为我一直以来玩的都是 FPS 类的游戏，要不然就是三人称射击游戏。那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回合制战棋游戏，他妈觉得我想揍三十个小时以前的战场，然后我推了两个小时，我快推不过去。推的有点辛苦，也不是浪费时间，就是你要去思考你这一局是要动兵还是动兵线，还是要建造房子，然后还是要省材料，把资源累积起来，然后你盖的，而且不同的种族那个东西都不一样。我现在选的是，如果你有接触这个世界观的话，我他妈选的也只是泰拉人类而已。玩的还只是其中一种哎、欸，其实，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我上一次这么认真的去研究东西是在打 Overwatch 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投入。对，我投入了很，我今天是第一次尝试，然后啊，至少打了个胜仗 ，OK。至少我没有在。嘿嘿嘿，好啦，那有空再聊。嗯，那你有我的那个吗？你有我的退群或者是我的推特吗？你就 YT 哦，那我给你。是哦。申请账号，现在都有 APP 啊，只要或者 OK， 好了，那我大概也要关台了，因为我打不了第二场，会累死。好 ，OK， 好，改天聊，好，拜拜。啊，不好意思啊，我终于他妈的把人家珠宝打掉了。好了，而且我发现人类方好像就只有一个珠宝，然后居然有两个，而且我现在过的只是新手教学而已，那之后打的话应该会更困难。不过我觉得真的不错，有机会的话现在是免费领取，有兴趣的朋友就是来试一下这个。还有模组哎、欸，好多、哦。OK， 那我们之后再见了，拜拜。休息。